场了一首我们三国人物的张飞，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。掌声再一次送给他，谢谢。我们现在登场的就是我们三国人物的刘备了，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我们表演者好吗？是我们三国的第一篇章《桃园结义》。Yeah.
好的，接下来请欣赏《三国》的第二篇章《三英正吕布》。现在为大家表演的就是我们三国人物的吕布了，那么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我们表演者好吗？